那个真的局长还有馆长还有这个开会的时候，大家这个在一起非常这个声音很大的在讨论啊。那个我已经好几年的这个担任这个会长剧本，因为目前呢这个主要工作都在大学里面啊，就是教剧本跟制作，所以那个又怕这个学生知道，所以这个优良剧本每一年都送到家里来，就堆在我那个客厅跟那个书房这个。上百本，那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看，所以担任评审呢，那并不是欣赏剧本，一定要把这个剧本呢看出个所以然来，所以非常累。我刚刚跟那个国荣兄在来的时候聊，最后看到最后我都想吐，并不是说这个剧本不好，看到剧本对来讲真的想吐。我们大概每一年要看个3个半月，你看连续这几年，我觉得，我在大学也教剧本嘛，但是也是希望我来。会啊，来服务的时候，所以我就来担当这个工作。那每一年呢，在这个剧本的评审啊，那总会有人提出不一样的一种看法。那我们评审也是一人一票，那最后呢，就是往往到最后这个声音就大起来了。其中是我跟于导演的声音最大，我们两个本来嗓门就大，这个声音大，大家就要听，就是希望能够尽量表达自己对一个剧本的一个。不管是人物刻画也好，或者分场结构也好，还有人评审还把那个隽永的对白也念出来，还有人做笔记拿出来，这个剧本是以前剧本改过，他改过多少篇幅，那都是非常的严谨哦。那尤其是在这一届的这个评审啊，这个有几个这个比较重点，像我跟于导就是从制作的面来看，就是我希望。今年的剧本那个可拍性也高，那希望这个剧本能够排名在前面。那也有的就是从它的这个人物刻画啊，这个分场啊结构来看，但是总而言之，今年的水准都蛮高啊，今年水准很高，所以在最后在入围在决选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家声音都很大，也都希望能够选出最好的为我们。电影界，来用这个剧本选出来的目的，并不是放在橱窗里嘛，希望有片商也好，我们这个影视局能够再得到辅导金来拍这个剧本，所以主要是这样的功能。所以就是说就是非常恭喜能够入围得奖的。那没有入围得奖，大家这个也不要气馁，也许是我们评审跟你的八字不合，就差那一票，真的是只好几步。有不少人就差一票，但是我们要尊重所有评审的多数决，希望每一个人的主观结果变成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客观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得奖恭喜啊，没有得奖就抱歉啊，那个明年继续来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导演，今天也算是一吐为快，好，关心好的，佳作剧佳作的剧本有。三部啊，第一部是《阿水汉国侠傅凯平》，恭喜！恭喜啊！第二部是《过去完成式》，汤韵正组长，汤韵组长，是，汤韵组长。第三部是《谜语林雅一》，恭喜这三位朋友。好，请上台。阿水和国祥就是讲到了老年人的生活，老夫妻在失去了唯一的住房依靠之后，之后会有什么打算呢？好，请老师来给我们颁奖。过去完成式的汤韵竹小姐作品呢，让这个我们的评审非常的激赏哦。然后几位高中生因为游泳，因为一个游戏而造成了不幸。至此呢，其他的存活的几个人心中永远的不安，造成了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现象。林语的林雅英小姐讲到了这个绑票事件，好，老师请跟我们一起合影留念。好，老师请先回座休息，我们请三位优秀的这个佳作作品的作者。说几句话，深深的想感觉，都是小姐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迟到，所以我刚才进场，然后我就上台了，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那
你得到佳作了。谢谢。那就是谢谢主持人的肯定，然后希望就是接下来就是大家一起加油。好，我是本来是写小说，然后后来开始写剧本，然后我觉得剧本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创作的领域，所以我都会继续的坚持下去。感谢主持人，谢谢。谢谢。再持续久一点点，可是却要让我们放松。我们安排节目也是要跟各位写的东西一样，高潮迭起，时而松，时而紧。哦，现在让大家放松一下，可是你们等待我们揭晓的心情又更加紧张了。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君怡，2002年，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了台北、香港以及欧美很多的地方演出，甚至呢也应邀在香港港都的这个演出的名单之列哦。那我们来欢迎神秘失控人生乐团带来的演出，他们带来的都是拍过的电影主题曲，欢迎他们。